我已经不要走了，我实在就烦恼的。不黑白想啦，你做人这样哪好着？经理，无代志啦。公司的事情不用担心。对啊，你的囡仔才细汉哦，你一定要活落去啦。妈，阿妈爱忍耐啦，点点啦。啊，今麦医生哦，足发达的。到了这个时阵，阿妈骗我讲无什么代志。我需要关心我的人听我讲话。